作为一名的演员，无论什么样的戏码，要能够让信手拈来。例如这个愤怒的戏码，在每一部的影视作品中是很常见的一幕剧情，而每一个演员演出愤怒的样子都是不同。就比如说，同样是演愤怒戏，热巴咬牙，杨颖瞪眼，刘诗诗变色，而她靠演技第一位。迪丽热巴，对于迪丽热巴的名字想必大家都是很熟悉的，尤其是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凤九一角，就受到很多的网友和粉丝们的喜爱。而迪丽热巴的愤怒戏码，就是这副咬牙切齿的表情，看着小眉头皱的一看就咬得很用力，要小心咬到舌头。第二位杨颖，也是很熟悉的当红明星之一，对于杨颖的演技想必大家都是有所了解。而杨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愤怒戏码，就是这副瞪眼的表情，看着杨颖的眼睛似乎有些的可怕。第三位刘诗诗，对于刘诗诗的愤怒戏码印象最深的，就是在《仙剑奇侠传三》中出演龙葵时，那时一言不合就变色，每次变色之后武力值就爆表，没变色时就是温暖可人的小妹妹。第四位周迅，在《如懿传》中出演的如懿，在面对后宫中的算计皇帝的不信任，